耶！哎、欸，你大一力了是不是？我大一力了。哎、欸，我补不到你耶！后面那个爆了。我干嘛把武器？我怎么翻哪里都是啊！哇！这才是人体轰炸机啊！ 他的叫声超凄惨的感觉，还可以撞啊！那靠边啊！我靠边啊！好了，好吧，没有拔到，等等，上面，等等，上一层而已。 上一层而已吧。上一层。我也听成上一场了，但是我就自动过滤了。我自动过滤了。怕。怕。你妹也说怕哎、欸。你妹是我偷挂了还不说。妹妹。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超像。 金龟子的，再带点绿色就更像了。真的，如果还有滚大便就更棒了。那就叫粪金龟，跟一般的金龟子有点不太一样。 这边有一个绿点，龙人哦，哎，不是，是猫哎，靠北，嗯，没事。原本想吐槽你，想一想就算了。<笑>有没有觉得我很善良？还好。 算了，准他，随他，随他。刚他们就有猫了，你不会看是不是？我说鸡蛋呢？刚刚那层啊，是不是看到底下那个啊？不是，我看的是斜坡上那个。哦，原来是斜坡。干嘞！妈的！我的妈！我操，这怎么叫声这么？哦。 你要按几次？表示我没有在戳了，我停了。<笑>接下来打他，猖狂。我现在都看不到啊，还没看到。阿昌，为什么我看到看起来像磁火？<笑>是因为地板是黄色的关系吗？黄色跟蓝色混在一起。跳下去就阿昌了。嗯，好。哇，你会挥呢？<笑>好可怕！会的那么慢。如果你没有装耐冲的话，可不可以半路把你揍下来？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过应该有机会。<笑>你有机会啊！我真的是也是啵儿大的呢，啵儿大的叫声怎么叫？你可以啵儿。<笑>对不起，我去找热影，不是我去找人影。<笑>我不用人影没关系。 我跟枪枪需要，需要。嘿，在涂啊！后面有黑轰哦，各位小心。看到了，后面有黑轰。黑轰。对，黑轰。是。萨拉黑轰。原来是大。他来了。掉可能是。
代表着我离不开你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哇，沿路都黑轰的足迹耶！嘿吼！黑吼很容易留住。哎、欸，嘿吼，嘿吼，嘿吼！哇，等一下，等等等，不用跑，不用。嘿吼！有没有一抽弹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我连一抽弹位置也不一样哎。啊！这什么？怎么是虫啊？等一下，我丢到蚊子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他走了。争夺，争夺。你不要太过分哦。这哦，这个黑，这个轰龙比苍火还大只啊。是啊。黑轰不是喷兵，本身品就很大。哎，怎么是？哎、欸，有机会去，哎、有机会一起走、哦。他不走了，逃逃逃逃！但是他有可能会被引出来。对啊，那黄眼的话就……哎、欸，他黄眼啊？红，三七七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就红？刚撞两次不是？啊，不是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嗯，哇，我一个没有心眼弹刀会被炸死，还可以撞，我要找石头，我是有了，实在没心眼呢，我的天，好，好，按你头总会在。这位置还好，我装太冲了，后背打成智障。有了有，他投出来了，帮你们软。等我了，冲过来戳断了。有了骑车呢，去找猫咪。我觉得，哈、啊、哈，猫咪，哇，他这真的是很乖呢。哎呦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他的网子不在大陆。哎呀呀，好远哦，他从。哇，你看这个就很久，金丝子那个两秒就被扒掉了。还是有指示猪什么的会增加那个时间呢、啊？指示猪是野猫吧？啊，那个嘞，什么可以利用环境的鬼什么鬼东西的猪子？利用环境知识，那个应该是岩附猪吧？那是干嘛？不是岩附猪啦，那个就是那个雾的。我说让魔物找不到的那个东西哦、喔，找不到你吧？环境利用知识。爆发弹，爆发弹，爆，爆发弹，爆爆爆爆啊爆！好，可以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妹妹，我也要。妹妹，你都不来挂台。酱油，你要死了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他好像可以抓了。啊，我来了，捕获蛋。我放陷阱。好的。哦。啊，回去捕子弹。我要回去挑。挑道具，要哭死了！记得挖尾巴，各位。我挖完了。你在骑乘的时候挖了。好。道具箱。这个是什么？认为。黑轰了，我们先跟他 complain。
你们打一下、喔，真的要调道具，不习惯。要先撞吗？对，要先撞。先撞吧，我等一下。等我一下。不用担心，我占全队输出12%而已，不缺我这个。啊，嗯，这个放这里，放这里。黑轰也很大只哎、欸，黑轰大赢啊，大赢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说、哦，我以为大赢是刚刚那两只。我说有两只大哦，是啊，刚刚红的也蛮大的啦。因为金火也蛮大，哎、欸，不是银火也蛮。苍火，苍火，我不讲了，拜拜，我关麦了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叫，要叫几次？他就只会叫一下，只在这功能。黑红牌喉糖。是。啊。妈白痴哦、欸！我回去。我在这里啊。为什么要突然雷残？我没带到香菇，带错了。陈一婷、安安、陈一婷，我国中同学的名字哎，吓死我了。你是不是七座号16号？你是烤窑。我来了，够跑。我来帮你们吃红菇菇了，又来了啊！好，我想吃。哎、欸，一下哎、欸，小叫。嗯，中火石啊。我觉得我要用。另外一个赛亚人的人，你说那个巴哈的吗？我不知道巴哈，就是第二个啊。他说血量会一闪一闪的，那个好，我试试看啊。因为现在这个他字体太小，如果把它拉大的话，我画面又不够。啊，好，好挡哦。想要力战猛牛龙，看看有大吉。有人提到撞吗？是是。那好，请靠墙。我靠墙了。哦，现在好像可以了。是吗 ？TT， 等我一下哈。那一边。冲啊！你想好是哦，可以。我来的好远啊！再来一次啊，没有了。然后去把我的发型改成跟大团长一样，再拿这个锤子，而且还是女生。我真没看过超级赛亚人的女生哎、欸，都只能看看人家二创。有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啊。那个咬痕咬了两次哎、欸。Double 咬痕，是哟，很咬。回去补子弹。他的咬痕。再打一下，他可以抓了。不然他有功可以用大。他的咬痕真的很不咬。说明他是用。不知道怎么咬的。他是把嘴巴打开180度，然后再嘟到地板上面。哎呦！哇哇，鸟被吼下来，这才就是我爱看的经典画面。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龙车啊！啊！好黑哦，黑到有点看不到。看不太到在哪，觉得画面很浓的，好像可以抓了。
好像。嗯，因为他正常来讲，这血量没有一个魔物可以抵挡得了这个血量。好，打不过了，对不对？哒哒哒哒哒哒。交矿啦！丢宝贝球啦！我是觉得烧鸟的衣服很烧啊。烧鸟衣服真的蛮好看的。烧鸟衣服还蛮好看的。赞。干嘛？那个生产装备的外观怎么去做？你就直接去按生产装备关啊。啊？它是出进阶的。嗯。它是上下位的。嗯。啊，宝玉。速拿攻击，外打的上肢，飞燕提速。有外打的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这两只的尺寸我没有更新吗？新我也没有哎、欸，假的。搞不好、欸、黑轰有大金过吧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没有打过大金黑红啊。啊，暴鳞我没有大小赢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对啊，黑红我没有大金了。没关系，我再接。哦，黑红大金，可是刚不是也是刚才另外一个大赢是暴鳞龙？没有，黑红跟苍火。哦，长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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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火大小金就都有了。跟变道具，我是每次都要慢慢去调、啊。我的植物被烧掉了，没关系、哎、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接了呐，好。我有鸡翅了。好，报酬金。外观设定。我还等丝，有没有丝套的外观会出啊？丝套。那之后会不会更新啊？它就是更新是说部分啊，所以之后应该还会再开换的话。有，有个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有大鸡。骚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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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莲暴鳞插大金，雷峰是小金。哦，蛮恶的我身体，这蛮恶的身体啊，几乎都是百搭、啊。做一个，我全做哎、欸。好吧，浴场比较好看一点。浴场裤子。好了，叫我一下哦。我在蒸汽机，走啦、啊。好，我来了。看你们没有一个人准备骗我。嗯嗯嗯，这个不就准备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吃饭。嗯，应该是回家折你。这不就准备了？嗯。这还在蒸汽吗？我们牛龙要走。要多久？而且他又是怎么怎样？从刚刚你说好了跟你讲啊，我就跟你。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讲还没有吃饭，那是他的问题啊。你说好了跟你讲啊，我好了啊。吃完了也不会跟我说一下，然后另外一个那么嗯什么嗯几点的啊？哎，至少我会嗯哦。我怎么知道你在？是拉肚子，还是在叫我，还是在叫我？还好你抱着。嗯嗯，都没有大小金哎、欸。
连银都没有哎、欸，好废哦！你们要打哪只先？我要退了。为什么？打一打，打一打、啊。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是要打苍火，苍火先吧，十六跳下来吧。我正在回来耶，我被丢包了。加一，但是有矿挖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们走开。我没有整理。好，开吃。还可以撞一次。我在墙壁等好了。好，来了。对啦，好，有翅膀，好，我来了，蚊子我来了，蚊子，蚊子，用蚊子交给我了，死光了，死光了，看到，蚊子是最强的、欸，妈，看过太多蚊子害人家灭团的影片了，哎、欸，江江，啊，你的那个每次。有人遇到侧甲出来的、啊、然后 你那个爆炸是100的，每发100 106吗？对啊，100看的是你的啦，是我的吧？对啊，是你的、啊、我就说你的哦，我那边也有数字 啊，每个人都看得到 啊，每个人都看到啊，不是你炸的、哦、大家都看得到吧？对啊，我炸的、啊、那个不是你啦，你没有那么痛啊。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个炸下去估计才9吧，他那个跟爆炸9还是10到9，那对啊，我记得那个别人都很痒啊，没那么痛。断了断了断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打我看到是断尾断尾断尾，对啊，因为别人炸的都很痒，除非你也是冲枪，冲枪的话有20几还是30，他是看爆炸伤害、啊，如果你爆炸、啊就是、炮击的，爆炸伤害的、啊，泡菜。自己炸就很痛，最高就106了。炮太伤害。啊、哦，别人炸还会再缩短。对对对。My friend。My friend。再增加一点点。哎、欸。巴豆啊。怎么跌倒了？被撞了。你们抓，没石头，我已经撞两次了。我来了，啊，我不能抓、啊，好吃好吃。我觉得你被捕食了。换、啊、位置啦。没有哎、欸，骗我？没骗你啊，骑车的。换尾巴，换尾巴。啊、不是骑车。不是吗？我刚刚看到骑乘啊，被节操炸下来。哦、我想说奇怪，我在上面要准备撞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冒出一句骑乘。嗯，对不起，自己看哦。对。他现在讯息太多，我都看不到到底是不是有骑乘。一次就三个人在说话，洗版了、啊。骑乘的动作应该也看得出来。没有，我太远，我看哎。干、欸、嘛？我看不到有人在上面。啊、我看到有一个蚊子屁股很亮很亮，然后抬得很高。我现在一律都改成十爽没，好不好？骑乘十爽没，捕获丢捕获隐身十爽没。一律十爽没就好了。骑然后就只有骑乘骑爽没。
跌倒，跌倒，跌倒。我也跌倒，我也跌倒。跌倒，哎，暴灵。需要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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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需要盾。没有，我晕眩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你可以举盾的。噔噔噔噔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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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。白痴哦。倒了。那个。原来是撞倒的。对，撞倒的。而且两个只身上都有大便。下来了。可想我怎么没看到？欸，可以抓了。好多蛋来了。我没补陷阱。我没有血，我就在啊。我要签字了。没了。啊啊。好啊。还要去上面睡。上面。暴灵。要不要去补一补啊？有喷那个吗？有喷，所以你要赶快，不然会被暴灵龙踩到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哇，你看你，有啊，没有哇，你看，我还有地洞。好了，那我软他，你。我拿换再见。噔噔噔噔。我其实真的有点担心，我是不是聊天室坏掉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没有，我可以看后台，不要看聊天室，看后台。啊，好，真的没人打字，这是更伤心的事情，比伤心还伤心的事，比伤心更伤心的故事。哎，摔下来。哦，吐。哎，我刚好像也没挖。那我还跳下去挖。有，还好。哇！长火的不缺吗？哦。哎，原来我穿着不动。我傻。呜呼呼呼呼呼呼！我闪的真好，但是我怎么扣血？闪的不错。哎呦，他把那个甩到墙上去粘住。哎呀！哒哒哒哒！哎呦，亚美罗！哇塞，欸，真的不是，这伤害太恐怖了，啊。没了。哎，欸，哦，还剩下一次了。嗯。没事。还可以再倒一次啊！他在干嘛？他在追我。他刚 S 型欸，啊，看到。他什么都有在打我。没有，还乱捞。
磨个刀。刀。哒哒哒。打字，北七哦。没有，他还很活蹦乱跳。斜抛。哇，你这个比我还猎奇耶！我就觉得我的已经很猎奇。我就觉得这很恶心啊。